是强调什么？好的，下面进入竞价程序。目标第二个标的，百元牛市明锐高中校内小卖部年租金110万元起，每次加价幅度5万元，定价停止牌。200万。你买多少？19号200万。21号220万。250。26号250万。13号280万。大家还是要比较一下，部长。300万。27号300万。大家还是要理智一下好吗？300万还要不要？现在是我顶一次吗？我那边明锐高中小卖部年租金300万，自由持牌27号，你加价是吗？26号305万。每次加价是40。40号310万。25号315万。13号320万。打了，不打了。再讲什么？